Welcome back， 欢迎回到星巴克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10年的新北基模，我们的下集的部分啊，继续来为大家一起努力。高三的同学马上就要进行第二次的模拟考啊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第十题的部分，多选第十题 ，f of x 等于 a 倍的 x 加2的三次，加2倍的 x 加2，再加16。好，那这个图形呢是什么东西？它应该是哦，三次多项式第一侧的多项式函数。好，那多项式函数里面的三次函数啊，是新课纲所加进来的东西啊，所以呢，我星巴认为它是考试中的重点的重点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题。首先，我们怎么判断 a 是正的还是负的？它有给我们 f of 0，对不对？啊 ，f of 0我们带进去。0带进去，2的三次方是 8，8a 加上0带进去，224，再加上16，函数值是4，题目给了，所以 8a 等于21项过去负 16，a 等于负2，哦 ，a 等于负2，所以呢，第一个选项 a 小于0，正确。好，那有个概念哦。什么叫 a 小于 0？ 三次函数如果是 a 小于 0， 图形是长这样子的啊，长这样子的。来，接下来第二小题，图形的对称中心，什么叫对称中心？就是指这个点，它叫对称中心。要从函数里面的哪里看出来？从这里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对称中心啊，那就是当 x 在负2的时候。x 在负2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知函数值是16，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对称中心啊。所以呢，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。接下来第三个选项，请问你 y 等于 x 的三次方加 2x 加16，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是不是可以经由啊，向右平移两单位得到呢？好，来解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系数是正的，对不对？系数是正的的话，函数图形是长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刚刚所求出来的 a 是负的，函数图形长这样子，这个图形有没有可能经过平移就变成这个样子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可能啊！所以这一题根本就是用判断的，不可能发生啊，不可能发生。接下来第四小题，他说 x 在负2附近的近似直线的斜率是2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近似直线的部分呢。我们说 y 等于2倍的 x 加2加16，我们把它乘开的结果应该是 2x 加20。好，那果然斜率是2，没有错啊，斜率是2。所以第四个选项是对的。再来第五小题，我们要带 f of 负 2.01， 来哦，我们的 f of x 应该是负2倍的 x 加2的三次加2倍的 x 加2再加上16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带负 2.01 进去，x 带负 2.01 进去，好，那这边会得到什么？负2倍的负 0.01 的三次方，这边是2倍的负 0.01。 好，题目说要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第二位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这边小数点两位，两位又三次方，就变成小数点后六位。六位即使乘以一个二，还是很小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说这里是忽略不计的，太小了呀，
太小的忽略不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算后面，负0.02再加上16，算出来的结果啊，它大约就是15.98。好，题目说16.02 ，sorry， 错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多选题的选项答案就是1、2、4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11题，这一题是有故事情节的哦。他说郑成功当时候啊，在明朝的时候，他来台湾啊，掌控了很大的权力，对不对？在台南，那清朝那个时候为了要降低他的影响力，所以他鼓励大量的移民啊，那鼓励大家移民去那边去降低啊郑成功的影响力。那我们从这个台湾的人口当中啊，逐年发现啊，他的人口在不断的在增加当中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从这个题目里面找到台湾人口的回归直线。那我们需要一个表格啊，需要一个表格 ，X 是它的年度啊，1900年的时候呢，300万人，我们以它为基准，1900年的时候呢是300万人，再来1940年的时候呢，它是500万人。那1960年代的时候呢，它已经来到了1000万人。接下来1970年代，人口已经来到了1400万。那1980年代，人口是1800万。那我们需要来做一个表格啊，做一个表格。什么表格呢？啊，有 X 有 Y， 那我们要先求什么？啊，先求 μx 跟 μy，μx 全部加起来25除以5，再来还要求一个 μy除以5，μy 是什么 ？μy 加起来是多少？是8，3250除以5是10。我们有 μx 跟 μy 之后呢，待会要来做。xi 减掉 μx， 接下来是 yi 减掉 μy， 再来呢 ，xi 减掉 μx 的平方，再来是 yi 减掉 μy 的平方，再来还有一格是什么 ？xi 减掉 μx 乘以 yi 减掉 μy。好，那既然是回归直线的题目呢，那也就是我们第二册的什么数据分析。来，我们开始做吧。xi 减掉 μx， 0-5(-4)-5(-1)6-5=1)7-5=2(8-5=3)。这个表格要会填哦。接下来 μy 啊 ，y 减掉 μy， 3-10=-5，5-10=-0，14-10=4，18-10=8。接下来把它平方吧，-5的平方、-1的平方、1的平方、2的平方、3的平方。那接下来是这一行。平方写到这里来，49、25、0、16、64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说的啊，这个是 SXX， 这个是 SXY， 这个是 SXY。接下来这两个相乘是这两行啊，这两行，-5×-7，-1×-5，1×0，2×4，3×8。好，那这边我们需要把它加起来。好，这边需要加起来，加起来多少？25、35、40，这边加起来是40。这里呢？80、105、154。这边加起来多少？40、64、72，啊，这些东西待会要用到哦。
好，第一小题我们要来看的是相关系数。那相关系数有很多种公式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现在以现有的表格来说呢，我们可以比较快运用到的公式是什么？是 SXY 去除以 SXX 乘以 SXY 再开根号。好，来，数据在哪里？数据在这里，72去除以这两个根号是根号40以及根号154，那我们算出来是这边是166666160。好，根号6160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化简变成四根号385，所以约分，把四约分约掉啊，那就变成18除以根号385。根号385大约是多少？大约19的平方是361，对不对？那它是20的平方跟19的平方之间，所以它会介于19到20之间啊。那如果它是20的话，20分之18就是 0.9，但它其实不是20啊，它其实是19点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分母变小一点点的话，分子应该会怎么样？这整个的值会大于 0.9， 所以呢，第一个选项是要选的。20分之18刚好 0.9 啊，但它其实只有19点多，所以我们算出来会大于 0.9，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。接下来第二个选项呢，我们需要找什么东西？需要找它的什么 ？y 等于 a 加 bx， 要先找它的 b 是它的斜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斜率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找呢？斜率我们可以用 r 乘以 sigma x 除以 sigma y 啊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求出 sigma x 跟 sigma y，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便捷的找法。更便捷的找法呢，就是直接利用 SXY 跟 SXX 啊，这两个数据在72以及40直接拿来用，所以做出来是85 40 89 72，五分之九 1.8 啊，所以呢斜率是 1.8， 跟它的选项3是大于2，这个是23两个选项一起讲的啊，23两个选项一起讲，那五分之九是小于2的啊，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的。那 A 怎么办？它一定会通过它的平均数5跟10。那一定会通过5跟10的话，那代表什么？点斜式来一次 ，y 减10等于五分之九倍的 x 减5。所以我们可以得知，y 会等于这个减十移过去哦，这边是五分之九 x， 这边是减九加十加一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， 这一个是我们的 a，a 本身是一哦 ，a 本身是一的话，它说大于一，错了。第二个选项也是错的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四五选项啊，请把它写在这里哦。第四小题，它要求回归直线1950年代，1950年的话，这边应该 x 要带多少？带5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 x 带5的情况下 ，y 应该是五分之九 x 要带5。再加一等于十，十什么意思？1000万。它答案是什么？选项是900万，所以呢，这个选项是错的。接下来第五小题，他说，如果今年是2000年的时候呢？2000年我们的 x 要带多少？2000年的话，我们 x 要带10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回归直线预测一下，带10进去。这样会得到2918+19，19的意思就是什么？1900万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选项说1900万正确的。好，
那这一题呢，我们需要用到比较大的栏位啊，因为要把表格做出来，还要把什么 mu x mu y 做出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带相关系数的公式啊，以及求出回归直线来，最后的结果是15啊，答案只有15 ，OK。通常啊，多选题的最后两题啊，都是最有挑战性的题目啊，所以一定是最后啊，再来做这多选的最后两题。辛巴给大家的建议是啊，先做单选，单选做完之后做填充，因为填充一定前面几题都是简单的，先做单选，再做填充，最后再来做多选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慌乱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。第十二题选填题啊，这题应该还 OK。k 除以十会小于根号11减6根号2会小于十分之 k 加一。好，这是什么题目呢？有根号又有根号，这是双重根式，对不对？啊，双重根式，我们第一侧的啊数也是。一开始我们就学双重根式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双重根怎么化解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它的这个地方要写成多少？二，双重根式嘛的关键就在于这边要写二，就等于把三丢进去，3 3 9 9 2 8。好，来，可以化解喽。怎么化解？哪两个数相加是11？相乘是18，对，就是9跟2。这边就写根号9减掉根号2。OK， 好，根号9减2，这是多少？3减掉一点多，3减掉1.414，大约是多少？1.586。大约是1.586。大家都同乘以十倍。好，15.86介于哪两个连续整数之间呢？对，那就是15跟16之间。15跟16之间的话，那 k 就是15，看可以吗？好，这种算是比较简单的题目，一定要掌握住哦。来，我们翻页13题。13题，我们要来把这个图形找出来。3x+2y=14。18x+11y =120，2x-y =0，还有 y =0。好，那这个很显然的，就是要去把图形画出来，去找它的面积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种题目呢，我们把它归类在直线的部分。啊，直线的部分，在这个单元。啊，我们来画图吧。怎么画呢？啊，我们需要描点啊，需要描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x+2y=14。3x+2y=14，它会描出来的点应该是07，1/3 14厘，07，这个是1/3 14厘。好，这是第一条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看一下哦 ，y 应该是1/11/120，1/11/120啊，应该到上面去了。11/120，零，11/120，那
这里呢？这里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三分之二十零。好，两条都有了，再来呢？这一条，第三条，二 x 减 y 的部分，我们画在哪里好？我们要通过原点，对不对？通过零零，那还要通过一二啊，一二，所以它的斜率是二的部分啊，长这样子啊，这是什么？第三条。那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喽，这两个焦点要怎么求？对，就解联力。来，我们需要来解联力，三 x 加二 y 等于十四，和这一条二 x 减 y 等于零，乘两倍，两式相加，七 x 等于十四 ，x 等于二 ，x 等于二的话，那 y 就是四，所以这个焦点的坐标就是二四啊，二四。再来，还需要再解一次联立，找这个焦点，那也就是什么？ 18x 加 11y 等于 120， 以及 2x 减 y 等于0，再解一次联立。好，我们用多少？ 18x 加 11y 等于 120， 我们这边用9倍好了。九倍，来两次相减二十 y 等于一百二，求出来 y 等于六，好 y 等于六带进去，那 x 是多少 ？x 是三，这个点在这里，三六啊三六，那我们要求的面积在哪边呢？在这条直线黄色直线的右方。在这一个小鱼哦，小鱼是什么？左方，黄色的右方，然后要在什么？蓝色的左方，还要在什么？红色的右方，最后要在 y 大于等于零 y 的上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求的面积。那我们怎么算呢？没错，大三角形减掉小三角形，所以我们要求的面积应该是。底乘以高，高是六，底乘以高除以二，减掉这块小三角形呢，底是三分之十四，高是多少？高是四。好，大三角形减小三角形，我们可以得到这边约分约掉二十，减掉这边呢三分之二十八。三分之六十减三分之二十八，三分之三十二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这一题算是中等的题型。我们只要会画图，会判断左方右方，就可以知道面积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计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十四题，非常的时事，对不对啊？因为防疫的关系啊，所以火车啊不能够坐满满的。那火车不能坐满满的呢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旁边不能够坐人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梅花座。那既然是梅花座的话呢，我们有多少种的选择的机会呢？啊，好，我们这边火车的防疫啊，打叉不能坐。打叉不能坐的话，就代表这个是可以坐人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坐人，这里可以坐人，打圈的可以坐人。好，那甲乙呢？有怎么样的入座方式？有多少种不同的入座方式？他说同一列，他只要打叉的不能入座，而且呢？甲又要坐在甲乙要坐在不同行又不同列里面啊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
甲有多少种方法，那乙有多少种方法，乘起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这时候有分成直的有三种选择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三五七行的选择性是一样的啊，那二四六行的选择性是一样的。那这一题是要做什么？排列组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册的排列组合的部分。甲如果一开始选到的是奇数呢？甲如果一开始选到的是奇数，那会怎么样？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甲一开始选到的奇数的话是十二种。那乙呢？乙，我们来假设一下，甲如果一开始选奇数选到这里好了，啊，甲如果一开始选到这里。那就代表它的同一行跟同一列都不能够选了。那这时候乙剩下几个选择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嗯，再算一次，同一行、同一列不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乙剩下十二种选法。甲如果选奇数的话。啊，乙是任选嘛，同一行同一列不能选之外，任选，这边就有144种。那如果今天甲是选择偶数呢？甲如果选到的是偶数呢？啊，我们把这边擦掉哦。啊，如果今天甲选到的是偶数，例如说选到四，那其中一个。那就代表这里跟这里乙都不能选。好，那甲有几种选法？甲如果是偶数的话，二四六就是六种，对不对？偶数对甲来讲的话，偶数行只有六个选法。那对乙而言呢？对乙而言，橘色化掉的都不能够选。橘色化掉不能够选的话，就是一二三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乙有十四种选法，所以呢，我们用奇跟偶啊，用奇跟偶来做一个区别，那就是一四四加上八十四，所以两个人所坐的座位总共有多少？228种。这是第14题。好，版面的关系，我们需要大一点点的位置，所以先把这边先擦掉咯。15题。好，十五题看到这个题目有30度出现，直觉想到什么？跟三角有关系啊，跟三角有关系。太空站，这个是补给站啊，那这边是另外一个目标点 B。那这一题呢，我们要找什么东西？要找距离啊。那我们把这个题目把它看成是第二册的三角比。它给我们的数据是什么？150万公里。那我们这边写上150。再来呢 ，A 珠之间是多少？A 珠之间是18万10天，所以是180万。这边写上180。题目要我们求什么？它从 C 点出发啊，那我们。到这边总共需要花五天的时间，从 C 到这边总共需要五天的时间。那我们假设他每天可以走 x1 啊，每天可以走 x1 什么公里，
所以五天之后会抵达，我们这边就写上5x 啊 ，5x。很明显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有三个边，又有一个角，这个也就是三角比最常考的什么余弦。好，余弦怎么做？我们要求的是哪一个？这一个对不对？5x 的平方会等于150的平方加上180的平方，减掉两倍的150，180，再乘以什么东西 ？cosine 30度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种题型啊，不是考正弦就是考余弦。25x 平方会等于22500加上18的平方。32400减掉这两个相乘是多少？这两个相乘是27000。那 cosine 30多少？二分之根号三。所以二跟二消掉，这边还有个根号三，根号三大约1.732。好，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哦。这边22500加32400减掉这个部分的话。好，那它大约是这两个相加54900，减掉这两个相乘呢啊46764。那我们搬上来上面做，25x 平方会等于这两个相减是多少？8136，所以 x 平方是25/8136啊，25/8136呢，大约是325点多，多少的平方会最接近325？17/17289/18/18多少？324，所以我们开根号的结果，大约也就是18啊，大概就是18啊，所以这题15题。他要考的是余弦，但是这边的计算有一点复杂，对不对？慢慢算。好，他要算的是一个大约的值，平方是325，开根号大约就是18左右啊，18左右。如果你需要抄的话啊，记得把荧幕怎么样按暂停哦。接下来第16题，这一题不难，真的不难。它要堆橘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堆橘子啊，那把它堆成了什么四角锥的形状？那你有没有发现，第一层橘子是一，第二层橘子是四，第三层橘子是多少？是9，第四层橘子是16。哎。它其实就是平方哎，对不对？一平方、二平方、三平方、四平方，一直到不知道多少的平方。它总共买进20箱，每箱80个。20箱，每箱80个，所以是买进了1600。那到底可以堆叠出几层出来？这种题目是我们什么？第二册一开始所讲的数列级数。数列级数的部分呢？以前啊，旧课纲以前我们讲的是 sigma， 可是新课纲大家应该都没有学 sigma， 没有学 sigma 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在第七页的部分，它给了我们公式哦，题目有给啊，一平方、二平方、三平方，一直加到 n 平方的结果是。6/(n)(n+1)/(2n+1)， 啊，这个公式有给啊，不用特别记啊。但是我相信大家到了这个时候，应该都已经很有概念了。好，我们把 n 带多少进去会最接近1600，而不要超过1600。那我们从多少开始带起？不知道哎，带10好了。n 带10，10×11×21，再除以6。会得到
约分。啊，这么少啊！35×11=385。啊，距离1600还太遥远了。我们带15好了，带15，15×16×31，再除以6。那我们来约分一下哦。三用三约，再用二约，40×31，有接近哦，1240，接近1600了。再试一个吧，慢慢推，16，16×n×n+1，17，再乘以2n+1是33，除以6，来约分一下，用二约。再用三约，所以是多少？88×17，我们在旁边计算一下，88×17是多少？是7856，再加一个561，188，1496，我们做到这边是1496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要不要做下去？不用啦，你这边每多一就已经多200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再多一个一，又会多200-300，多200-300铁定会超过1600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题所做出来的结果就是16×，这样可以吗？填充题也就是选填题的部分，它会有几题啊、哦，会比较平易近人、中等的题型，我们要把它掌握住。接下来17题，公正骰子，你看到骰子，那它铁定就是在什么找几率，对不对？骰子也就是几率啊、哦，那就是排列组合几率这个单元。这题有一点点小难度啊，有点小难度。他说 ，a 减 b 的平方再加上 b 减 c 乘以 c 减猪的绝对值要等于零。这个观念一开始跟国中很像，平方加绝对值等于零，那意思就是说这里必须要是零，这里也必须要是零，对不对？两个都是零，加起来才会是零。那么这边是零的话，代表 a 要等于 b。那这边是零的话呢，有几种可能哦。我们可以说是 b 等于 c， 也可以说是 c 等于猪。啊 ，b 等于 c 或 c 等于猪，其中一个对就可以了哦，不用两个都对哦。你只要这两个有其中一个是零的话，乘起来都会是零。那如果两个都是零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哦，可以哦。好，来，那辛巴在这边啊，画一个图形给大家看，你就会知道这样子的图形要来怎么找。来 ，b 等于 c，b 等于 c，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橘色的圈圈。接下来 ，c 等于猪 ，c 等于猪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蓝色的圈圈。首先，我们这两个东西只要其中一个成立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是一个什么连集。这两个东西是连集哦。你只要其中一个对或两个都对都行，所以连集指的是这里啊，这里是连集，可以吗？啊，这里是连集。好，那这边呢 ？a 等于 b 是一定要成立的。一定要成立的，我们把它用红色的框框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啊，红色的一定得要做到，所以呢，红色跟他们的连集，他们的连集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红色又一定要，所以就是找这两个东西的什么交集，所以是指哪边？红色的要，还有呢？
黄橘色的跟蓝色的连集，所以我们要的部分其实是这里，可以吗？一开始就要很清楚哦，这是我们要的地方哦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这里我们要找的是这一个部分，有没有？这里橘跟红，对不对？橘红的部分，再加上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橘红的部分，这个是蓝红的部分，啊，蓝红的部分再减掉这个重叠的部分，注明一下好了，这个是橘红的部分，橘红的交集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里蓝红的交集，那这个小的嘞？小的是什么？橘蓝红的交集。好，我们分析到这边啊，橘红的交集，也就是橘红的交集就是 A 等于 B 等于 C。那蓝红的交集呢？蓝红的交集是 A 等于 B or C 等于猪。再来。橘蓝红的交集就是什么 ？A、B、C 猪都相等 ，A、B、C 猪都相等。好了，我们先分析到这边就可以来做计算了。丢四颗骰子，对不对？四颗骰子丢四次的话，分母是六六六六，骰子丢四次啊。那 A 等于 B 等于 C， 我们的几率会发生的呢？当你 A 有六种可能。B、C 没得选哦 ，B、C 没得选 ，B、C 一定要跟 A 一样啊、哦，所以是六一一。最后一个猪呢？猪随便，猪是六。再来第二种情况，蓝红，蓝红也就是 A 等于 B，A 有六种 ，B 没得选 ，B 一定是跟 A 一样。接下来 C 呢 ？C 有六种，猪呢？猪跟 C 一样没得选啊，没得选，所以是 A B C 猪，最后要减掉橘蓝红，就是 A B C 猪都相等的部分，分母一样六六六六，然后 A B C 猪都相等是什么意思 ？A 有六种选择 ，B C 猪呢？很抱歉，没得选，都是一，都要跟它一样 ，A 选了什么，你 B C 猪就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约分的结果这边是三十六分之一，约两个六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约两个六，三十六分之一，再减掉，约一个六，所以这边是两百一十六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通分一下，两百一十六分之六加两百一十六分之六，减掉两百一十六分之一。所以我们的结果就是216分之11，这样子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大家做一下哦，把它写下来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题组的部分，啊，18到20是题组的部分，它给了我们坐标。那，这里有艺术村、行政中心，这是宿舍顶楼，对不对？宿舍顶楼，行政中心，这边还有一个图书馆。啊，图书馆，然后这边还有捷运站，那这里还有夜市，夜市在这里，这个是艺术村，这个是市场。好，那这种题型呢，我们跟什么东西有关？跟直线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这个单元会跟
第二侧的直线也有关。我们在操作一台无人机啊，那操作飞飞飞飞飞，最远的距离就是飞到这里。那 P 点它有给我们坐标，叫做负三四。P 点在负三四的话，那代表 P 跟 O 的距离应该是什么？三平方、四平方、开根号，半径是五的意思啦。那我们这一题十八题啊，我们只要画半径五。啊，我们只要画半径五，这样子把它包起来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我如果在我无人机飞行的范围之内的话，它可以抵达哪些地点？答案是 C 跟 E 啊，十八题。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 C 一是行政中心，还有谁？市立图书馆。啊 ，C 跟 E 两个都对啊，所以答案应该是三五。老师这题有点小难度哦。他说国防部啊，他说有一部分的地方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没有办法让无人机飞过去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一条直线以东的部分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飞飞机进去。那这条直线通过了什么？21，它通过21也通过4-3。我们先来把这条直线啊，我们先把它求出来 ，y 等于 ax 加 b， 把这条黄色的直线方程式算出来，11等于 2a 加 b， -3等于 4a 加 b， 啊，我们解联历，解出来是多少？-4等于 2a，a 等于-7，-7带进去，-14移项过去 ，b 等于多少 ？b 等于25，好。那我们求出来直线方程式就叫做 y 等于-7x 加25，这就是黄色这条直线。那我们想要求黄色这条直线跟红色的圆到底相交的坐标是多少？来，红色的圆啊，我们怎么找它的它们的方程式？圆的方程式怎么求？圆心在00 ，x 平方加 y 平方，半径是多少？半径是5。好，那这个是圆的部分，那黄色的部分是 y 等于-7x 加25。我们来解联历，去找它的焦点坐标。x 平方加 y 平方会等于25，对吧 ？x 平方加49x 平方，再加这两个相乘350，哎，不对，减的。减 350x 再加625会等于25。50x 平方减 350x 再来加600等于0。同除以50。好，同除以50来做一个什么十字交乘 ,xx34负负。所以我们算出来是多少 ？x 等于3或 4，x 等于3或4，那y 呢？3带进去这里，-21加25是多少 ？4。那4带进去，-28加25是-3。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焦点坐标应该是3、4以及4-3。好，那这个点就叫做3、4，那这个点就叫做什么？4-3。好，那既然不能够飞过去的话，我们怎么求它的面积？这边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好，它有没有机会？看起来有点像是等腰直角三角形。这边5，这边也5，对不对？半径5嘛。那这两点呢？距离公式怎么做？相减平方加相减平方，开根号。哎，根号50，根号50是这两点的距离哎，所以根号50就是5根号2。所以你们发现5根号2就是1:1根号2，所以这边是等腰直角三角形。
所以我们可以来求的面积的方式，求面积的方式也就是用四分之三元再加上等腰直角三角形。好，来，这个焦点坐标我们先擦掉咯。我们的面积应该是由什么？四分之三元再加上等腰直角三角形。这里要请大家特别小心，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坐标，但不是真正的距离哦。题目有讲比例尺是100公尺，比例尺是100公尺的话，我们这边的5坐标5啊，这个距离5其实是500公尺才对啊。那这个43其实是300、400，那我们的半径其实不是5，应该是500公尺。所以我们的面积四分之三元呢，500×500×π/4/3，那再加上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，应该是500×500×2。好，我们把它算出来，结果呢，应该是18750π/12500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飞机啊，所以可以飞的面积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距离。单位是什么？单位是平方公尺啊，平方公尺。19题啊，有一点挑战性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最后一小题咯。第20题在讲什么呢？第20题在讲说呢，他如果有小林想要操作另外一台无人机，他要操作另外一台，我们这个半径是5的话，这个点应该是-50，对不对？那他要准备从-60起飞，他想要从-60起飞。要从-60起飞的话，它要怎么样的斜率，它才会进入它的好朋友是谁？汉汉的范围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它如果斜率是飞在这个里面的话，它就会跟汉汉的飞机相遇。这种题目就是很标准的什么？我们要利用点斜式，我们通过-60，我们要假设它的斜率是 m，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东西去找到什么 y-0=m/(x-6)x+6，这个直线方程式也就是切线，对不对？切线的概念啊，我们来化解一下 mx-y，mx-y+6m=0。好，这个切线方程式是我们假设出来的哦，这个是我们的切线方程式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要带哪个东西？点到直线的距离等于什么？半径。点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径，半径是5。点到直线的距离怎么做啊？这个两个平方 ，m+(1)/(1)，开根号。再来，我们把什么？点是谁？点是它。点到直线的距离，点到直线的距离，00带进去，00带进去，6m 加绝对值。好，我们来求一下 m 是多少。来，两个相乘，根号 5m+5 会等于绝对值 6m。接下来我们把它两边做什么？对，两边平方 5m+5会等于36m+。来，我们来求一下哦。不对 ，sorry， 这两个相乘，这个5应该是放在外面的，所以平方应该是25m++25，对，这样才对。11m+等于多少？11m+等于25m+等于11/25，那么开根号
开平方根正负根号十一分之二十五，也就是正负根号十一分之五，有理化。好，我们求出来了两个斜率，一个斜率是十一分之五根号十一，十一分之五根号十一在这里，那比它小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比它小可以哦。哦，那另外一条是负十一分之五根号十一，比它大可不可以？比它大就在这里，比它大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介于这两个斜率之间的话，它都可以跟汉汉的什么飞机相遇，那也就是我们要的 m 要介于十一分之五根号十一以及十一分之负五根号十一。如果小林的飞机飞在这个斜率啊中间的话，它都可以跟汉汉的什么无人机相遇。好，那这样的题目啊，也就是我们啊直线语言啊点到直线的距离很标准的题型。好，今天我们的110年度的新北基模新八就为大家解析到这边。那接下来呢，到下个月啊，下个月的月底的时候，还有在第三次的模拟考，范围就会是一到三册，请继续收看新八的频道啊，新八会继续为大家做啊北模、新北基模、竹模以及中模的解析。新八课，我们下回见，加油！